大家好啊，咁啊等咗好耐啦，终于出呢个林夏薇很想退任你嘅 ukulele 版啦。咁亦都会分开两 part 嘅，同吉他一样。咁我哋第一 part 咧就系、会玩 verse 同 chorus， 所以我哋会系 out 嘅 ，OK。咁会 out 啦，咁我会加埋咧教大家点样可以去唱啦。因为依家 out 法其实好方便咯，我哋去唱嘅 ，OK。咁第二 part 咧，我哋会教 intro 咧，即系可能系咁样咁樣咧會教大家玩，依個會比較難啲喺 ukulele 嗰度，同埋會教嗰、那個即係後面第二段嘅時候，我哋可能會咧用一個彈法，即係係係啦。咁啊，依個會喺 part two 嗰度，咁啊等大家，即係大家可能再等一等啦。咁好啦，我哋而家開始個教學啦，嗯。依首歌嘅 chord 咧就會一次過講，因為verse 同 chorus 夾埋都係六個 chord 嘅啫。咁依六個 chord 亦都係 G key 所用嘅 chord 咧，分別咧就係 G、D、C、A minor、E minor、B minor 啦。OK， 咁我哋咧會由簡單講到去難啦。咁第一個 C chord 啦，咁第一線第三個用無名指撳，大家咧都會感覺噶啦。OK， 好啦，第二個 chord 係 A minor，A minor 我哋用中指啦撳去第四線第二格。OK， 好啦。咁跟住之後到 G 啦 ，G 嘅話咧，我哋咧首先咧，我哋嘅食指咧會撳去第三線第二格啦，中指撳去第一線第二格，而無名指叫做撳去第二線第三格啦，係啦。好啦，跟住 D 咧，可能大家咧會比較新鮮少少。咁其實咧，佢就用呢三隻手指咧，我哋會撳咧二三四線嘅第二格。OK， 我哋首先食指放去第四線嘅第二格啦，跟住第三線第二格，第二線第二格。OK， 咁呢個咧就係 D 啦。咁有啲人咧都會咧用一隻手指撳嘅，留意咧就係你一隻手指撳嘅時候咧，你只可以撳到頭嗰三條線，後邊條線咧係要咧放翻出嚟嘅喎，你就唔好一次過撳曬，咁就唔啱音噶啦。OK， 要拱起咗嘅隻手指，你睇下得啊，拱起咗少少。OK， 好啦，咁初學嘅話建議都用三隻手指去撳。OK。咁要到 E minor 啦，其實可能咧之前有學過 E minor seven 啦，咁 E minor 咧就比較難撳嘅，咁我哋咧就係食指撳去第一線第二格，跟住中指撳去第二線第三格，而咧無名指就撳去第三線第四格啦，係啦，咁係打斜咁樣落咗嚟 ，OK 得唔得？咁有啲人亦都會中意咧加埋咧依隻手指咁樣撳，咁我通常就教咧就會撳三隻，咁會簡單方便啲。好，咁跟住之後咧，就到 B minor 啦。B minor 咧係比較難嘅一個 chord 啦。咁佢咧其實咧就係要用一隻手指，我哋嘅食指咧就要撳咗咧第一二三線嘅第二格。OK， 係啦，我哋隻手指最緊要放得平啦。跟住之後，我哋攞我哋嘅三手指咧就要撳落去咧第四線嘅第四格嗰度啦。OK， 咁咧如果有可以將隻手指跨前少少，即係撳曬四格咧。依度咧我自己就會慣咗係咁撳嘅。咁個音係一樣嘅，因為本身你依個手指已經撳咗一條線啦，上面就算撳咩音咧都唔會影響到佢嘅，所以你可以撳過嚟都冇問題。OK， verse 咧總共有兩段，咁樣我哋會講第一段先。咁樣首先咧係 G 啦、C 同埋 D 嘅。OK， 咁佢哋咧係每個 bar 一個 chord 啦，咁我哋咧會彈四下，我哋會彈。T 一二三，咁點做咧？第我哋撳咗個 G 出嚟先。T 嘅話咧，我哋咧係用手指公，咁我哋會加埋無名指嘅。咁我哋咧手指公向下，無名指向上。OK， 跟住就用我哋嘅食指啦，即係一手指啦，彈第三次，跟住中指第二線，無名指第一線。咁我哋用 T 一二三 ，OK。咁我哋咧。數拍子要點數咧？我哋其實係會分開八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咁 T 一二三係屬於頭嗰四下。咁我哋跟咗四下，我哋會空咗佢嘅。聽下咯喎 ，OK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啦，跟住之後咧就到咧 G 啦、D 啦同埋 E minor 啦。咁 G D E minor 嗰度咧 ，G D 咧係兩個 chord 咧同一個 bar 嗰度，咁我哋咧每個係彈一下，會喺咧一二三四五七八裏邊嘅第一就彈 G 啦，而咧第五下咧就彈個 D 啦。咁點做咧 ？G 嘅話，我哋會四隻手指下邊依三隻一二三手指向上撥啦 ，G 係向下，咁
我哋咧就一次過彈曬四條線啦。咁就 G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跟住 E minor 都係照舊 T 一二三，好啦，跟住 A minor T 一二三 C T 一二三 D T 一二三，好啦，咁我哋咧試一試咯 ，OK， 五六七八。如果我们从来没有遇见，如果那一天你没多看我一眼，我就不会陷进天谷之间，还担心想被实现。系啦，大家睇唔到啊？系啦，以下咧其实系如果嚟噶，即系还担心想被实现。系啦，依下咧，其實咧，我哋用手指尾啦。首先咧，彈咗嗰度啊 ，T 一二三，跟住咧，依個係第五下嚟嘅。五五嘅時候咧，我哋係彈咗之後咧，要即刻去五六七八。OK， 仲有一次嘞喎，依度有啲難嘅，大家睇一睇先啊。要重複睇幾次我諗。好啦 ，T 一二三五六七八 ，OK， 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 ，OK， 咁呢度咧，佢首先隻手指尾咧，其實喺第三線嘅時候撳住啦。我哋一彈嘅時候，佢要即刻落到去第五線啦，因為要練啊。點解會有聲？可能你撳嘅時候冇聲，因為咧其實隻手指尾一路咧都要撳實嘅，即係咧條線係要黐實咧個木板個指板咧，一路咁樣捽過去啦。咁我哋咧唔可以捽過咗喎，捽過咗就唔啱音啦，又唔可以捽唔到啊，一定要喺嗰一格。跟住翻上嚟，咁如果大家覺得咧依個咧我哋叫 slide 嘅嘢咧比較難嘅話咧，有另外一個方法點做咧？我哋就係一二三四嘅時候咧，直接撳過去第五格，跟住咧我哋攞個中指咧撳翻第三格，咁啊睇一次咯喎。OK， 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依樣都得嘅喎，即係啊。还担心想被欺骗，哒哒哒哒 ，OK， 好啦，咁跟住咧，我讲埋咧啊个 verse two 咧点弹啊，咁其实弹法咧就同前边咧啊有少少唔同嘅，咁佢咧其实就系头先系玩 T 一二三啊，系咪？我哋而家会加多少少嘢，我哋会喺六七八嘅时候加埋一二一，即系变咗咧就系 T 一。三一二一 ，OK， T 一二三一二一 ，OK， 咁唱出嚟咧就系一二三四六七八，咁啊去到 G D， 即系头先都有个位咧系啊，我是否啊应该说再见嗰个位咧，其实嗰度咧就要系弹啊一个八有两个 chord 啦，咁所以咧我哋会第一下 G 一样嘅，但系 D 嗰下咧就会。係彈 T 一二一啦 ，T 一二一係啦，可能會難啲，大家記熟咗先玩啦。OK， 咁我哋試一次先。OK， 咁啊就係、是，如果我的用心你從沒有發現，如果這樣，我是否該說再見？哒哒哒哒哒哒，係咪？咁跟住咧，依、这個位咧就係、是、對於成首歌嚟講，我覺得無論轉曲或者拍子都係最難嘅地方啦。就係、是、還有幾天，係啦，你還有幾天可以練習咧，先練到咧，還有幾天 ，OK， 難 get 嚟嘅。好，咁啊 B minor 一個好難嘅咪曲啦。咁其實你本身係撳緊 E minor 嘅，再見倒數還有，跟住要轉 B minor， 再轉 E minor 啦。咁呢個位轉法咧，你要留意一下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嘅無名指本身 E minor 係咁樣。佢要褪過一個，褪上嚟，跟住隻手指，跟住又要褪翻落嚟 ，OK， 係啦。咁呢個動作咧要做得快，咁而且咧還有幾天嗰度係搶拍嘅，咁啊其實喺夾吉他嘅時候咧一樣嘅個拍子，咁如果大家覺得我呢度講得快咧，你可以去翻吉他嗰度咧睇翻，係啦，呢度我都要寫咗個 link， 你就可以去睇翻嗰邊點樣講。咁簡單嚟講咧，就係話 T 一二 T 一二一。即係話 B minor 其實彈咗 T 一二之後咧，到第四下已經轉咗係 E minor，
會彈個 T， 會彈翻 E minor， 跟住咧就 hold 一下，跟住就一二一，係啦。依、這個位咧其實轉速度冇快到㗎，一樣，但係只不過係轉前咗一拍去轉，而唔係轉快咗。大家要記住一個重點啦。第二咧就係、是、手彈嘅嘢咧，會有少少唔同咗。咁我而家試下慢少少做一次啦。嗱 ，B minor 之後當還有幾天嗰個位啦 ，T 一二 T 一二一，得唔得？再一次 T 一二 T 一二 T 一二一，係啦。咁其他嘢就係話。都一樣啦，咁即係話咧，verse two 嘅話咧，除咗平時嘅彈法咧會再多少少之外啦，咁啊 G D 嗰度位會多咗啦，同埋 B minor 呢個搶拍啦，咁大家可能咧要攞多少少時間去練。OK， 咁我試下彈一次俾大家聽啦。好啦，我係試下咯喎，咁啊，如果，咁我哋就開始入噶咯喎。OK， 試下咯喎，手指尾，如果我的用心你從未有。说再见，到笑到一起还有几天，感觉幸福就差一点，只能想象一切。好啦，咁 chorus 咧亦都有两段啦，咁我哋首先睇第一段先。咁第一段咧，其实佢嗰个玩法，如果系一个 bar 一个 chord 嘅时候咧，其实同第二段嘅 verse 一样，都系玩咧啊，揿个 G 啦，我哋玩 T 一二三。一二一係啦，一樣嘅。咁但係中間咧，會有兩個bar咧，會有兩個 chord， 咁入邊都係玩唱拍，即係大家練到嘔茄嘅唱拍。OK， 咁啊，依度咧其實一樣嘅。咁佢係 C 同 D 啦，同埋 B minor 同 E minor。咁啊 ，C T 一二 T 一二一 B minor 依度 T 一二 T 一二一。OK， 咁啊。大家要慢慢練下啦，咁我哋試下咧數住嚟做一個 chorus 先。咁其實第二個 chorus 咧，除咗係即係臨尾咧，佢唔係 C D 啦，係 A minor D 之外咧，其實咧就冇乜分別。所以我哋數完一次之後，我哋一次過唱曬個 chorus 出嚟啦。OK， 好冇啊？咁啊試下啦喎，我哋跟住啦喎。OK， 五六七八一二三四。咁啊，跟住而家就試一試唱啦。咁啊，可能大家會覺得快，因為真係大家可能呢個 video 咧要練咗先，練到咁上下就再翻兜去睇咧，咁先得。因為可能我相信咧，如果你哋之前都未玩過 B minor 同 E minor 呢兩 chord 嘅話咧，練呢首歌我諗最少都要用三個鐘頭嘅時間去練，係啊。咁啊，仲要係勤力練喎。咁所以咧，希望大家咧就可能。即係有啲耐性，你哋一定得㗎，我覺得有啲耐性一定得。OK， 咁咪試一次啦。希望唔好走音啦。只能想象一切，但不必勇气，所以很想讨厌你。爱真没有神奇，也不如纯净在意。呢一 part 咧係 ukulele 咧，突然間會有一 part 咁樣出嚟嘅，咁啊，因為想試驗性質，咁啊試下可唔可以教到大家咧唱嘅時候啱拍子，咁啊千祈唔好問你點樣唱得好聽或者普通話點樣講得好啊，因為大家都聽到都知咩事噶啦 ，OK， 咁啊拍子嚟講咧，其實我哋咧會即係譬如 verse 一咁樣咧，我哋每個會彈四下噶嘛，即係頭先 T 一二三。
T1、2、3，咁其實我哋呢幾下其實可以捉到咧，每一下彈嘅時候係唱緊咩歌詞嘅。譬如好似一開頭 G 咁樣咧，佢彈第一下係冇唱嘅，但係咧1、2、3嗰度咧係如果。好啦，到 C 係沒有預見，沒有預見。係啦，咁如果我唱嘅話就咁樣啦。如果我們從來沒有遇見，係啦，係啱好嘅。咁啊，跟住之後到 D 嗰度啦，下邊第二句啦，原來咧佢咧就係又係第一下冇嘅，跟住之後就係如果那，跟住沒看 ，OK。咁個眼字咧其實就唔係彈咗先唱嘅，係唱同彈之間嗰個要捉一捉嘅。咁但係大家試下第二句啦 ，OK， 試下你話 D。跟住先彈嗰下咁啊，跟住依晚彈一下之後咧，到下一行啦。咁我就不咧，原來就係我就不會想盡田苦之間，田苦之間。OK， 咁呢個係咪即係可以用呢個方法去做咯？因為其實如果你哋睇翻佢唱嗰個 melody 嘅拍子咧，就會同翻我哋彈嘅拍子一樣。咁所以我哋可以咁做，但係唔係句句或者字字都得嘅。咁啊～因為呢個簡單，所以想俾少少嗰個感覺大家。如果大家發覺啊，我點解成日唱嘅時候都唔啱拍子，或者啊好難一路彈一路唱喎，特別啲咁難嘅時候點做啊？咁話俾你聽，其實歐弦有陣時，如果你用咁樣去諗法嘅話，反而係令到你容易唱咗嘅，可以容易起即係開始咯。但係唱唱下，你會有感覺，你就會知道點樣唱。OK， 咁啊，譬如好似諗呢一句啦 ，C D， 咁原來佢個心字咧係攞咗 T 同一嘅。心想未，想未是2、3 ，OK。还当心想未起身，系啦 ，OK。咁 Part One 其實依首歌都幾完整嘅，講得，因為我哋有 verse 有 chorus， 我哋教咗彈教咗唱啦。咁彈嘅部分啦 ，chord 大家咧要勤力啲練咧，就係 B minor， 系啦，要 make sure 自己四條線都有聲啦。OK， 同埋 E minor， 依兩個歌嘅轉換咧，更加上咧有一個位係 B minor 轉 E minor 會搶拍嘅，咁呢啲位置大家要練啦，係啦，搶拍都係一個都算係幾進階嘅一個拍子同埋彈法，咁大家要攞嚟練啦。OK， 咁另外唱嗰一 part 啦，咁啊其實唔係話好多歌可以即係你彈嗰一 part 同唱嗰個咧可以咁簡單去做到嘅，咁呢首係其中一首，咁啊希望如果第日有呢啲歌嘅話，我都會即係俾多啲建議大家，等大家咧其實除咗彈之外咧都可以學識唱嘅。咁可能好多朋友仔從來未試過唱嘅話，希望你哋由呢首歌開始就試下一路彈一路唱咯。因為有啲歌咧喺 video 嗰度我真係教唔到，即係會比較困難去講。OK， 咁啊另外除咗彈唱之外咧，就講翻呢首歌個 key 啊。其實咧呢、這個教咧係教 G key， 但其實呢首歌本身咧係 F sharp 嘅。咁咧就即係話咧，我哋彈出嚟咧就會比原本佢個 version 咧係高音少少。咁點樣做可以唱翻林夏明個 version 嗰個音咧？那個 key 咧就係我哋要 tune 低支吉他。咁本身咧佢個 tuning 係 G C E A 嘅。咁我哋咧就要 tune 低就咗變咗做咧G flat， 跟住咧呢條線係 C flat 或者叫 B 啦，跟住 E flat、A flat。OK， 咁咧就可以唱翻佢個 key 啦。OK， 咁啊跟住。最後啦，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。咁如果有新嘅片，無論係 ukulele 啦、樂理啦，甚至係吉他咧，咁大家都可以第一時間知道啦。另外，我會有我個 page Cramy Tam， 咁樣咧三月開始，我會每日會放三份教學，有 ukulele， 有吉他，亦都有其他唔同嘅嘢。希望你哋會中意啦，同埋可以多啲支持下我。咁另外 ukulele 嘅朋友，即係睇呢個片你都玩 ukulele 噶啦。咁我其實有一個網站咧係專放 ukulele 嘅譜嘅。咁譬如肯想推薦你啊、差半步啊，或者其他咧一啲新少少嘅歌都要放上去。咁呢個譜有咩唔同呢？就係佢係會有 chord 喺右手邊，咁等大家一路彈嘅時候唔使再揾 chord 啦。另外佢會彩色，會分開話俾你聽邊個係 verse， 邊個係 chorus。咁希望大家中意呢個網站叫做維威威 ukulele。咁啊～大家一起玩啦，咁樣上嚟依個網站 like 埋我哋嘅 Facebook，OK，咁啊祝大家玩呢首歌玩得開心啲，拜拜。